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制作没有颜色的蝴蝶的挂身钮了。这一张很大的颜色卡纸对接，然后画出蝴蝶轮廓的外形，我们可以参考蝴蝶图集的。画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剪出来啦。我们用另外一种颜色纸画出一个三角形来做蝴蝶的身体。我们剪好了之后，就可以用双面胶纸黐上去翅膀中间的位置。跟住我们就装饰蝴蝶的花纹了。我们可以用不同大小的圆点、三角形、星形或者其他不同的图案都可以的。而图案的排放最重要就是对称了。看看，真是对称的。跟住我哋可以运用色纸嚟包住纸巾嚟做眼睛，我哋最后用双面胶纸要黐翻好佢，咁就得噶啦。睇下只眼睛几可爱。跟住我哋再装饰下身体添，睇下个身体咁就黐好咗啦。跟住在翅膀的后面，我们就可以黐上这个放手的位置了。记住，我们要配合手的大小和角度的。最后就装上尼龙草作为挂身的绳。当然，我们不用尼龙草的话，用其他不容易断的物料都是可以的。看看，这蝴蝶咁就已经做好了。